骂什么咯？哪个哪个把油比咯？你吃秋沙不？下回要拿手电筒来呗，他拿把木卡呗，回来呗，有的米有啥的，把这个秋土木那土下来呗，你吃转进你们山里了，然后完了米米的去到秋沙去咯。然后他来吃的来呀，后面呢？他们是送哪里嘛？送哪里去？要你那里留，那里当忙嘛嘞，不嘛要给留留着咯。那那里没事留留着嘛嘞，那里是搞外行嘛嘞，所以，去年年嘞是搞外，那年末年底年嘞不得留，国外也看人嘞不得留，留的是搞外行留的哇，留的干嘛？就弄啥个呀？就比如当忙他话嘞，话嘞所以，钱就会干什么留啊嘞？钱就会干，得要留啊个留啊，那啦话嘞所以，就弄路地是搞外行留这个，哪里比外哟？就弄路国外，我留半年嘛留的，半路半年的时候。过来吃吃，你这对身上的精力也好几多，是吧？就那路膝盖用力的力量呢，就保持下来了。你身体哪一样，就那路啥话嘞？身体哪一样，就那表达也方便。身体哪一样，就那一样的嘛。你家在哪里，就哪里干的比较，我也不管那个吧。我就那表达一些的，就那概念的，我那都是。